跟爷爷奶奶见面，是什么个情况呢？小娃娃能不能认识他爷爷奶奶呢？当我们一打开家里的门，谁呀？就是白呀。你爷爷奶奶。Hi babes, welcome back to my channel. 欢迎大家收看最受欢迎博主真人秀。这里是翠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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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大家好，我是娃娃的爷爷，我是娃娃的奶奶，我是翠哥，我是翠爸，我是翠妈。那么这一集呢，我的爸爸妈妈终于从英国来到了新加坡。自从娃娃出生以后，就感到疫情非常的严重，所以呢，一直没有机会和娃娃见。两年了也没有见到他们的大孙女儿，非常想念。经过了差不多两年，很快就是娃娃两岁的生日了。因为爷爷奶奶还从来没有见过娃娃，你们经常问你的公公婆婆在哪儿啊，他们平时是居住在伦敦的。我的婆婆她是一位医生，她现在还在工作，确实疫情期间来来往往是非常不容易的，但幸好新加坡有的这个双方免隔离的这个，它叫 VTL Vaccinated Traveling。 所以这次新加坡一开放以后呢，爷爷奶奶就定下了来新加坡的日程。我们终于可以从英国呢来到新加坡来看望我们的小 baby 小宝贝。这期我相信大家都等了很久了，真的不是故意不给大家放，因为爷爷奶奶来了之后确实这几天都非常的忙，他们来之前都做了很多很多的准备。他们这个旅程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困难。英国的疫情也是很严重的，一般都是每一天大概都有10几万到20万的新的感染的病例，所以出行是非常的困难。确实手续是很繁杂的，由于疫情要证明的文件、核酸检测的证书啊、入境的通行证啊，还有到新加坡由于疫情生病的医疗保险，所有的文件呢我们都要准备好。我感觉到呢，新加坡对疫情的防控呢还是很严格的，但同时呢在最大的程度下呢给你比较大的自由度。然后我们终于所有的检查都通过了，就是当坐上飞机的时候才想啊，这次真的成真了啊！好不容易才从伦敦飞到苏黎世，然后再转机到新加坡。我们终于经过了千辛万苦来到了这个希斯罗，一会儿要上飞机去新加坡看看我们这个小孙女。我们刚刚那个进通过安检进关，这次呢旅行的正好英国呢疫情非常严重，所以这儿的防范措施也特别多，但终于呢到了这一步，一会儿我们休息一会儿，然后之后要上飞机了。大家好，我是翠婆婆，我们马上就要跟小孙女见面了，所以我们都很高兴。现在是早晨8:07，我们在希斯罗第二航站楼休息厅刚吃了一点早饭，非常简单的一个食物。我们的飞机是8:50的飞机，还有不到一个小时就要上飞机了。小孙女呢出生已经快两年了，我们还没见过面呢，都是在那个屏幕上看着她茁壮的生长一点一点长大，所以这差不多两年吧都是姥姥姥爷帮着带她长大的，照顾她，我们也没尽什么力量，挺愧疚的。经过差不多将近1天的奔波，终于坐上了飞机，新加坡的飞机。娃娃的奶奶在看什么？奔赴新加坡见我们的小孙女，我的闻着心也飞往新加坡了。12个小时以后见。新加坡机场，一会儿医生来接我们。很累啊，比较辛苦啊。但是呢今天是新年的第一天，2022年，祝大家新年快乐。我们一会儿就和小娃娃见面了。年龄也非常大了，所以也是很辛苦，但是也终于在宝宝两岁生日之前排除了重重困难，终于在新加坡我们全家团聚了。娃娃的爷爷奶奶终于来新加坡了，现在他们终于核酸检测阴性，可以跟我们见面了，我们就等着他们上楼来，现在非常激动。好啊，爷爷奶奶来了好吗？没有马上就到了，马上就上楼了，知道吗？爷爷奶奶马上上来了。你想见爷爷奶奶吗？小娃娃第一次跟爷爷奶奶见面是什么个情况呢？小娃娃能不能认识他爷爷奶奶呢？这也是我们担心的一个问题，因为小娃娃呢就一直没见过爷爷奶奶呢，只是看过照片和视频，所以呢我们也对这个事儿呢就非常的担心。肯定大家也特别想知道啊。你这拍啊，你别拍娃娃，你让阿姨拍。
你快点，你给爷爷奶奶开门去，开门，开门，敲门去，阿姨，来，娃娃开，娃娃开。这是谁？爷爷奶奶。哎呀，终于到爷爷奶奶听见了，没人喊就喊爷爷奶奶了，真棒的，真是的。我问你，爸爸，张是谁？爷爷。爷爷是谁？奶奶。当时呢，我们还挺担心的，想见到小娃娃，小娃娃认识不认识我们呢？会不会像很多小孩认生啊？可是呢，当我们一打开家里的门啊，小娃娃看到我们非常高兴，叫爷爷奶奶，觉得他们也是非常的非常的激动，然后我也是当然很高兴他们能来。然后小娃娃他也很神奇，就是他像见我一样，虽然就是很长时间没有见，对他来说是第一次见，但是因为有视频啊什么的，他也不陌生，一见到爷爷奶奶就说啊爷爷奶奶，他马上就认识了。也是我们没有预料到的，视频里沟通的时候我们就觉得挺惊讶的啊，他跟爷爷奶奶基本上没有太多的陌生感啊，让喊爷爷就喊爷爷，喊奶奶就喊奶奶，而且呢平常有时候一拿起电话就哎，我们说你给谁打电话呀，给爷爷奶奶。在他心里好像这个爷爷奶奶啊跟别人还是不一样，他可能就觉得这是家里人，他自己可能有这个认知，所以当爷爷奶奶第一次见到他的时候，他自己拿这个电话就给谁打电话，爷爷奶奶，哎呀奶奶抱抱，奶奶抱抱，奶奶抱抱，你看抱抱，你看这个抱抱，哎呦可以，你看这些，你看你看奶奶抱抱，奶奶而且主动喊爷爷奶奶，主动喊爷爷奶奶。你那个头像显得好看，对，比照片好看。他本人就是吧？是不是？主要是爸给录的，都是用手机录，所以比现实的要阴暗。爷爷爸爸，哎呀，好开心的宝贝，亲亲爷爷吧，亲亲爷爷，亲亲亲给爷爷来 kiss kiss， 来 kiss kiss。娃娃还是没有特别的认生，见到我们还认识，还知道我们是爷爷奶奶。很长时间呢，我们都在视频上看小娃娃，和小娃娃来沟通一下，也感谢新的科技，让我们通过视频呢，相对比较熟悉一点。所以他还是有印象，是非常聪明，记忆力非常好的一个小娃娃。真的很让人喜欢他呢，见着他爷爷奶奶之后啊，没有一点陌生感，很快就和他爷爷奶奶就非常的亲热熟悉，让他爷爷奶奶抱。说实在的，我的感觉这个血缘的关系真是很神奇。这几天呢，爷爷奶奶到来之后啊，我们大家一直欢聚一堂，都非常非常的高兴和兴奋啊，都在这种氛围当中。街形的面，这个就代表让你们待的时间长长长长，所以街形就是面，什么角？送形角，送形角短，筋捏起来，然后街形的时候吃面，长待的时间长。这玩意儿也太大了，给你们看跟姥姥脸的比例，他这碗，您那卤疙瘩也太少了。这是天津非常有名的四个碟的捞面，这不行，它没有筋，它没那么像那面筋那么筋的，就可以切成丝儿。这个不行。
依晨小的时候也特别的爱哭爱闹，每天早上起来我送他去幼儿园，到了幼儿园他就开始哭，他就不让你走是吧？他不去幼儿园。我有一次就下班带他去我们那儿有一商场去买东西，然后那个幼儿园的阿姨，他不是教他们班的，我不认识的，然后那个阿姨就说啊，你是他妈妈呀？对呀，他每天都哭在这儿，我还不知道你就是他妈妈呢。哦，他每天都哭，每天都哭。他现在每天上班之前也哭，他每天上班之前说、上班。你现在每天上班之前也哭，上班。对，刷了洗脸就哭完了，然后我就开始给他买我把他送幼儿园。他小时候去那幼儿园啊，是北京市的模范幼儿园。那个老师是北京市的模范教师，在他们那个班儿。然后他那个幼儿园还比较大，还是分好楼上楼下呀、还有外面的平房啊，挺大一个幼儿园，挺好的。然后他每天都哭。然后那老师就说，我就想看看他们什么样的父母，为什么他这孩子每天都哭啊？他为什么哭？就是不想去，是不是想回家？不愿意见生人啊、不愿意幼儿园。不愿意去幼儿园，我那时候也是。他小时候也是这样。我不愿意去幼儿园，我比他绝。我有个绝招，最后就不用去了、因为我去幼儿园，他们都非得让我去，就我到了我就 hunger strike 绝食。真的不吃饭，然后没有办法绝食不吃东西呢。我是不是绝食？是绝食。然后最后我胜利了。最后他胜利了，一个星期。我一个星期不吃饭。奶 奶太心疼了，奶奶说不要不去了。他老公也哭，然后大家都哭。最后一直干脆不去了。奶，你就一直奶奶一直带着。原来他们都担心我上学会不会也不去。说将来上学怎么弄那样、结果一上学。特别积极，高高兴，就跟你小孩一块玩了，一点那个什么也没有。没有，但是他去幼儿园的时候呢，因为我有时候下班的时候我下不了班，然后来一急诊或者有一手术我下不了台，然后呢我就得让护士给那个幼儿园的那有一看门的老头，我就得给他打电话。我说张一晨跟那老头多待一会儿，在那儿待会儿，等于那老头他不回家，他在那看着那个幼儿园。所以我每次有时候下了台或者是手术吧，我六点多才去到那儿，就他一人，对，但是可怜等着我。他们小孩都坐好了，然后老师在门口，比如说张一晨你妈来了哈，或者是来叫常新月谁谁谁来了，给你高兴啊，所以就特高兴。你看我妈先来的，是每次到都最后。所以买的裙子真好看啊，爷爷给我看的 Base 这个孩子24个月不大，正好真美丽，真好看，好看呐、呀，真好的宝贝，太好了、这是妈给我买的包 Mulberry 的，对，这个现在很流行，很受欢迎的小众品牌 Mulberry 非常好，真好看呐，爱马仕围巾，姥姥的爱马仕围巾，真好看呐，好看好看。好看呢，非常经典的、哎、咱们今年和去欧洲的时候就可以带了，对、哎呀真好看呢，非常经典的，真好看真好看，好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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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又给我买了，还是 Tiffany 买东西最多了，给我买东西最多，生日哎呀谢谢，非常贵的钻石的啊，从 Tiffany 买 diamond， 你上次你已经送给妈，给我送过一个 Tiffany 的项链，这是小娃娃的那个两岁的一个小姐姐，哦，小娃娃的，娃娃你有那么多 Tiffany 了，你好幸福，这是娃娃两岁礼物，哎呀真好看呢，真美丽呢，妈妈先看看我这个，哇，好漂亮啊，这是 rose gold， 是 diamond 的 rose gold 的，哇发你买这上面还是这 Tiffany 的，它这个是 diamond， 还不是 encrusted， 还是挺大个的 diamond， 给他买夏天的衣服，哇真好看呢，这是什么呀，真好看呢，是 necklace， 这是给你的、very pretty， 哇这是爷爷奶奶的耶，真好看呢，哎呀 Peppa Pig，拍，这还这个，拍拍，真好看呢。这是一个小布裙儿啊，这好看呀，多少钱？啊，你看这，真好看呢。这正好，这正好穿。现在要给爷爷奶奶尝尝这个新加坡的潘丹的这个蛋糕，这还有绿的可好吃。爷爷巨喜欢吃甜的，好吃。
好吃吧？好吃。葡萄还是双层的，有点甜味儿。这是血糖味儿，不含糖的，但是喜欢吃就甜味儿。我们这次呢，见到娃娃以后呢，确实和视频上是不一样的。娃娃并不是认生，我们给他们在伦敦买了乐高的玩具，他非常喜欢。然后过一会儿呢，他还拉着爷爷的手，让爷爷陪他玩他的玩具。爷爷给你买什么了，宝贝？好不好？再看看，看看，这样的，跟他那个是一个系列的。哦，这样的宝贝。说这上有 A B C D 的那个。哦哦，英文字母。他就喜欢玩。对，这正好需要一个。他是一岁半以上的。第一天第二天呢，就要拉着我的手领我到放乐高玩具的地方，让我跟他一块玩。确实原来是个小 baby， 现在呢是一个小小姑娘了，有时候跟我们学说话，他表达什么要求啊，有什么希望，喜欢吃什么，不喜欢吃什么，都特别好，我们非常开心。 Yes， 娃娃念呢，念一个A B C， 啊 ，A B C，A B C， A B C。天哪，我们带着爷爷奶奶，我们带着娃娃啊，有时候出去也是乐园玩会儿啊，这玩会儿那玩会儿的。啊，妈妈带她老去那儿。害怕吗？害怕这个肉娃娃。奶奶。再剪一个，慢点啊，一步一步走，慢点啊，哎，哦，这个给姥姥，姥姥吧，慢点啊，慢点，给姥姥，好，真棒，真棒 ，Thank you， 给姥姥，真好看，哈哈，不许跑啊，歇会儿吧，多累啊，歇会儿吧。摸摸是，有时候喂吃的呀，洗洗小手啊，反正各种互动都有啊。好好吃。哎呦！Sorry， 我得搁嘴里了。人家伸着嘴，伸着脖子往前伸，你给掉，离太远。是啊，这一大。啊，好吃吗？好吃吗？好不好吃？嚯，这一大嘴。一天一个猕猴桃，你维生素都差不多。现在呢，已经跟爷爷奶奶很熟了，经常跟他爷爷奶奶抱啊，或者一块玩啊，非常的好。但是当然了，第一还是跟老爷最好，老爷还是第一位。妈妈，这绿怎么说？绿。啊，老爷知道了，不宁，对吗 ？No。不对的。你来。应该俩人说。不宁。绿。啊，不宁。哦 ，green， 你再到老爷那黑色怎么说 ？black，black， 哦，那个粉色的怎么说呢？不，粉色的我知道 ，pink 妈妈怎么说？你告诉老爷，粉色的 ，pink 妈妈 ，pink 妈妈 ，pink 妈妈，紫色的怎么说 ？purple， 可是黄色怎么说 ？yellow， 哦 ，yellow， 我说对吧 ？yellow。对，老爷刚才说黄色说的对吗？嗯，
哦，对对，有些地方呢，娃娃跟我都比他妈妈非常的亲切，经常的找我，要找姥爷呀，跟我还是最好的。过几天是娃娃的两岁生日，然后当然全家，娃娃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姥姥姥爷都可以一起跟他过两岁生日。虽然新加坡现在的规定就是我们不能出去，因为我们加起来一共是七个人，现在规定最多是五个人，就我们就准备在家给小娃娃过生日。这次呢，我们在新加坡居住的时间也不长，两个多礼拜吧，感觉这边的气候呢，之前我们是十年前吧来过一次新加坡，当时新加坡是四月份，特别热，所以我们还有点出头。但是呢，这次呢，因为是一月份吧，是北半球的冬天，新加坡呢相对呢比较冷，凉快一点，就我们可以接受。和依晨、和 Tracy 还有小娃娃，还有我们的亲家，我们已经有差不多两年多没有见面了啊。真是非常的想念。这次见面呢，大家都心情非常的愉快，小娃娃呢是那么的活泼可爱，小娃娃对我们很有亲近感，我觉得这都是血缘的关系，所以呢我们也很高兴能够在这团聚的日子里呢每天都有一个美好的记忆。我第一次在镜头前讲话，所以有一点语无伦次，希望大家能理解。对，希望爷爷奶奶在这儿呢能过得开心。我们这两天也是全家人都在一起啊，进行了很多集体的活动，娃娃也越来越认识爷爷奶奶了。在这里我也祈祷疫情赶快过去，让所有的家庭都能团聚，我们也不会再因为这样或那样的原因跟我们的爱的人分离，也希望大家都健健康康的，好不好？这次呢我们呢全家在新加坡的团聚了，心里呢非常的开心高兴，也希望他们呢在这儿多住些日子，跟娃娃呢多玩一玩。也非常感谢呢网友们对我们翠家，特别是对爷爷奶奶来这个新加坡非常的关心关注，在这里呢我表示非常的感谢。总之呢，自从爷爷奶奶来，我们一大家子都已经团聚啊，大家都气氛非常好，非常高兴，所以爷爷奶奶还能再待一段时间，我想可能走的时候小娃娃会挺恋恋不舍的。这次呢很高兴我们一起，包括妈妈的姥姥姥爷啊都在这儿，我们也拍了照片，大家非常开心，我们也非常开心。爷爷奶奶就说我们两个也算是崔家的这个一员吧。那么以后呢，当然我们希望抽时间有可能去带全家去英国，因为爷爷奶奶也是他们长期住在英国，所以想带小娃娃去那里去看一看。但是现在疫情就是说我们计划是这样，但是不知道能不能现实。今年我还其实也非常希望今年能有机会自己回中国，然后带着小娃娃去见我的奶奶，但是现在的疫情这个还不是特别的现实，我只是希望今年疫情会越来越变得好，让大家旅途出行过关啊什么的都变得更方便，这样我们可以现实一下我们想做的事情。当然在这里我要感谢所有粉丝宝宝的支持，我们一家终于团聚了，虽然是短暂的团聚，那也是非常温馨的，也非常感谢大家，也希望大家继续关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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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希望大家继续关注。这里是翠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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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翠家，这里是翠家，谢谢大家，谢谢大家，再见了，谢谢大家，谢谢大家，拜拜。